老哥，你看这个裙子真的能穿呀，好好看，好看。晨晨，你看，把你穿的前面是前面，后面是后面，凹凸有致的，颜色真不喜欢，买它。对，我也好喜欢的。老板，我打包了。美女，裙子是挺好看的，可是你的肚子太大了，要不你试一下咱们家这条收腹裤吧。收腹裤又紧又勒的呀。老板，你看我闺蜜这么大，肚子这么大，这裤子还没她三分之一大，你要勒死她吗？啊？就是，哎呀，美女，我们家这条收腹裤弹力特别大，能穿到230斤呢，跟普通的收腹裤是不一样的，你去试一下。能穿到230斤呢？那我真得去试一下，我才160斤呢，你再等我一下啊。哎，怎么这么寻思？老板，你老公他们两个吃饭去了，让你自己回家。啊，那你看我穿的好看吗？怎么不好看，美女？你自己照镜子看看，你的肚子小了多少？哇，真的，我都没想到生了两个小孩了，这个收腹一点也不紧也不累了呢，还能把我这么大的肚子全部收进来呀，还能当打底裤穿，真不错。对啊，而且上面5000多个透气孔，一点都不闷不热，夏天穿也不热。对，我是感觉挺舒服的。那这样吧，老板，你帮我多打包几条，我可以换着穿。好嘞。哎，美女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以后注意点你的闺蜜，女人就算结了婚生了孩子也要好好爱自己。行，老板娘，谢谢你。